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好，那个天气非常好，所以听陈明章的歌呢就会比较暖和一点啊。那陈明章的歌有什么特色呢？就是天气不够冷的时候听起来没那么感动。陈明章是我最敬佩的歌手，为什么呢？他不只是一个好的音乐人、创作人，他最重要的是说公益的事情他都这个怎么讲，全力去参加。我要讲哈，艺术其实是这样的，所有的艺术都是这样，它要有一个反叛精神嘛，要有一个独立精神，否则你就跟别人做一样的事情。台湾现在面对什么问题呢？其实还是结构的问题，整个结构有问题哈，好像十二年国教怎么会出问题？就是你明明应该把每一个学校都办好，它就没有现在这个问题了。啊，那为什么那个农民这些东西会有问题？就是你整个政策全部是错的，全部是为了财团的利益把农民利益全部偷走，啊，乱划地，然后先给他征收，每次都搞这些，啊，那搞来搞去，你看现在比如说高铁要把它弄破产，为什么要破产？就是破产完呢，看能不能政府进去接管以后，再给另外一个人去接管，啊，那个人就可以几乎不要花钱了，把整个高铁拿走，就好像我们现在高速公路被人家拿走。啊，然后几个高速公路的这个工作人员反而都得不到照顾啊。我们在这里呢，其实呢还有大家这样热血来温暖，还有陈明章的歌温暖。他今天是不是带米粉来？面线啊，那就是我还没吃到了。OK， 面线来，还有我们还有这个可以温暖，可是这个社会需要温暖的还更多啊。可是我们老是怎样你知道？老师叫陈树菊阿嬷呢捐钱给郭台铭去做慈善，是不是像这样？就是常常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拿我们的钱，拿热心的人的钱，而其实把国家最重要的资源通通被人家搬走。那合适这件事情，合一合二合三都是这个的一部分。好，然后你看他们每天给你乱预测，预测什么？预测说未来电要用掉多少，所以他要盖多少电厂，对不对？其实没有嘛。然后跟你说油价有多贵，将来会涨多少，所以我现在一次要给他签十年，全部给他签下来。现在油价掉到剩60块，他当初预测会120，不是少一半吗？可是怎样，钱已经花下去了，我们的钱就不见了，我们钱已经不多了，不是为了钱而已，因为这些钱是跟未来的子孙借来的，所以我们未来的子孙会承受这个很严重的负债。最严重的是核废料这些都还没有解决。我刚才听崔树新讲，现在还在讲嘞，说法国要帮我们解决，然后可能又编一笔预算给他搞，最后法国会不会帮我们解决？不会，他自己都解决不完，哪有时间帮我们解决啊？各位有没有听懂这意思？哦，不可能的。而且我们签过那些公约嘛，就我们的核子废料不能自己说就运走就运走嘛，根本就离不开，所以你必须自己解决。那呢？不管怎样，我们现在就要解决，现在就来面对。其实怎样才会有远见？你必须看得远才知道你现在该做什么。你看得近的人现在就倒霉了。所以你看现在德国也好，或者其他这些国家，当时大家都讲什么天方夜谭，他们不可能再生能源有多少，人家现在迅速已经超过1/4往1/3迈进了嘛。到2025年像北欧国家都要零的嘛，那像意大利都要做到什么再生能源全部嘛，那德国显然想办法要超过一半以上嘛，他们越来越多的建筑跟各方面都往再生能源跑嘛。我们明明做得到，他就跟你说做不到。可是呢，我们这次选举就看得出来了嘛，你不必花10亿、20亿嘛，你用8000万就可以搞定了嘛。是因为柯P很厉害吗？不是嘛，是因为我们都觉醒了嘛，对不对？他以前不相信的事，比如说年轻人不会投票，这个不可能嘛，现在知道打破了嘛。还有最奇怪的事情，就是说什么中老年人不会用网络，什么话？柯P不会用网络吗？小野不会用网络吗？陈明章不会用网络吗？会。对，像我这样年轻人也会用网络嘛，对不对？什么态度啊？就是他们很奇怪，他们自己不用网络就说别人不用网络，真的很奇怪。然后就说人家跟他一国，哪有那么多一国？各位有没有听我意思？你看这种神话是不是原来很奇怪？就是说啊，没关系啦，那
那个网络都是年轻人啊，然后年轻人不投票，所以在网络上搞的，就算网络再怎样都没关系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、哦，但是我现在讲的是说，没有哦，各位以为我们赢了吗？胜利了吗？没有，事情还没结束，因为这不是输赢的问题，因为那个核废料就在我们这里嘛，不管谁执政、谁当选、谁赢，通通要解决问题，所以事情还很早啦。哦，所以但是如果我们松懈，如果我们聚集的力量不够，他就会怎样？他就偷跑，啊、哦，他现在还想编21来封存。我问你，没有用的东西，干嘛编更多钱来封存嘛？意思就是这样子嘛。为什么以后还要再用？怎么会以后还会再用？各位有没有听懂意思？不可能，以后不能再用，啊、哦，就是死马不能当活马医，因为活死马不会再活，活马早晚得死。就是核子废料就是不能用，什么以后如果可以选择，乱讲，我们现在就选择不要嘛，不要的东西就不要。哦，黑心油再便宜你要不要喝？不要嘛，就是你知道就不要嘛。哦，烂牛奶再便宜你要不要喝？不要嘛，就是不要嘛，就是很奇怪。他就说没关系啊，把这些烂牛奶封存起来，把这些黑心油封存起来，有一天你没有油用的时候可以拿来喝。不要嘛，我们就是不要。哎，国民党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我就是感觉后面有风吹过来，叫我要赶快。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，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说，反核要万岁，废核要成功，然后陈明章万岁，猪脚面线万岁。